Hello， 大家好，我是腾腾。我们今天呢要来玩这款游戏，叫做《奇葩大乱斗》。好，那这里前面先来看一下小剧情哦。那这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战斗哦。我们来看这个游戏是怎么攻击的。哦，还有只小猫，它拿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花斧刀吗？还是啥？不过它那个头好像有点怪啊。好，现在先捡了一个武器啊，然后可以来攻击了。开咒。好，这样两个互殴，的攻速好像稍微快一点，差点就被反杀了。好，然后可以丢武器。哦，点了还可以再把它丢出去。这边还有这个瓦斯罐，这盆花也是可以捡哦。哦，长按攻击，这朵花是一个机枪啊。它的这个子弹只有40发哦。好，我们这个枪的击退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花没了，这个飞弹，冷却时间还蛮高的哦，好像开锁血挂了。哎，我现在零滴血居然还站着。好，那大概玩法又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啊。好，那么来取个响亮的名字，腾腾 ，OK。哦，这个被取过了，那再多加一个藤。哦，路人战了，现在是14分啊，要打到14分哦。就像这种吃鸡哦，吃鸡玩法会先来到一个地方，这里是护盾是吗？点武器。跟有一些表情符号，然后战斗是4-4啊，所以说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玩。然后现在这个，我现在拿着一个喇叭啊，再拿个来开枪。这是怎样？完全不懂啊！反正这些地方好像可以拿起这个武器哦。然后这个蜂蜜是干嘛的？好像是可以丢一个这种有毒素的东西哦。然后来拿个这个火箭，左上角的话也是有地图可以看一下。就站在远远的地方自己射就可以了。欸，那边武器还会打到自己。这边也是有一个武器啊，它好像是冰冻，但好像没有伤害啊。我只是翻滚一下，还可以拿两个武器。近战攻击，欸，他把那个拿走。那这边的话是狙击枪哦，这哪是狙击枪，这个是治疗的。好，把这个拿走。这个近战感觉比较猛一点。近战疯狂敲啊。然后只要有队友帮我补血，这样就可以了。就近距离疯狂敲。
欸，现在已经杀了。我打到那个煤气罐好像还会自爆。这边又有一个小喇叭，现在才八分哦。这是什么武器啊？会有一个黑洞啊。哦，然后这里有一个煤气罐。用拳头敲好，好像也蛮猛的。拳头才是这游戏最强的武器啊！先这两个人再打一下，下方还有这大招哦。近战对这个游戏来说是比较强的，这个也蛮吃你队友的配合的，可以多选。大概一两个当近战，然后一个当远程，然后一个负责治疗。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当选我们这个 MVP 哦。这其他的应该是电脑吧，我们大概6杀30，不知道。然后反正就完成我们第一场战斗，然后这游戏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其他的东西哦。好，这边可以拿到什么，下面可以有一个蒸汽小子，应该是外形之类的，还有分成史诗卡，然后这边也是有金币。那接下来呢，这边还有非常多武器，我看一下这个远程，这个火爆葫芦啊，还可以装我们的配件哦，那我们的攻击力多提升一点，就是说你还可以去抽卡，然后把一些特别的武器强化到特别高，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在战场上拿到那个武器会比别人还要强啊。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个邮件信箱哦。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欢迎礼物，这边有个造型体验卡明网啊，还有一些其他这个金笔及精良配件啊。啊，这边也是有一个庞克吉他手，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传说造型啊，宇宙战士哦，然后补偿有些金币，然后新版本奖励会有一个史诗宝箱哦，那100次的话必出这个传说配件啊。好，然后这边一些版本更新通知，就全部已经领取哦，还是有蛮多的东西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史诗宝箱拿到什么东西。好，直接拿到一个传说配件哦，可以移动这个炮台准备飞行哦，然后可以跟我们这个积木大炮进行一个搭配啊。传说配件看起来是蛮猛的。好，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些什么？访谈邮件大厅设定，我们来看一下设定这里可以调整什么。然后操作的话可以有不同的这个组合哦，可以依据你个人的这个操纵习惯，然后去设定一下。然后画质的话也可以开到高，游戏设定这边的话也是有这个游戏语言，然后一些主界面主题哦，可以自己选一下，可以选个虚空舱。然后接下来这里的话隐私设定哦。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礼包啊，还有一些商城。这里的话有一些宝箱组合啊，可以开到配件了。旅行商人这边都是可以领到这个相对应的配件，然后造型传说造型，钻石金币宝箱，还有我们的这个道具。然后右方的话活动，我们来看一下新手的福利啊，这边是需要储值的。调查问卷就可以拿到500个金币，走出公厕这边对局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金币，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机史诗配件。邀请好友，司机大乱斗，红烧狮子头，有些传说造型啊，其他的话就是需要厨子的，买十送一。这边的话就是新手签到，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传说配件啊，还有这个造型啊。然后新手活动的话是有这一些金币，一样是有这个英雄经验，还有一些配件的抽法。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会有这个 FB， 我们的 Discord， 创作征才，还有影片甄选，
那我们的这个加洛他们会举办一些对抗活动啊。那接下来左方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哦，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可以装备一些这个讯息啊。然后武器的话，就刚刚大家应该也都看到过了。最后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这边涂鸦，然后资料，一些账号，然后这边的邮件、榜单、配定、用者中心，我们来看一下，打不开。好，这边的话就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兑换码，在左下角这边就可以输入。好，那这个游戏的兑换码，你可以先加入一下他们这个 Discord 社群哦。那这边的话，有时候会分享一些这个可以用的礼包序号，我们来尝试看看这个 FUNNY， 然后 LOL， 这是5月27号发出来的，不知道是还可不可以用。FU， 然后 NNYLOL， 按这个确认。哦，这个是已经过期了。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奇葩大乱斗的游戏试玩以及需要礼包的分享以及兑换教学，就差不多快到这边喽。等一下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